輝哥你好 ，Chris 你好啊！聽講話呢幾日有標展喎，係嘛？係啊，你有冇去啊？有，梗係有去啦，你都有去噶。係啊，都有啲嘢睇喎，係嘛？有啲嘢睇下。但係當然啦，冇呢啲 Tudor 啊嘛。係。嗰度你見唔見到有帝陀錶啊？冇帝陀錶。同埋咁筍嘅帝陀錶啊！如果要睇呢啲錶咧，就要真係真係筍嘢就要嚟。梗係嚟永時啦。係。牌子又靚。係啊。同埋個款。是得的，真是鋼錶，真是自動錶嘛。是啊，還有靚筍，超靚價。還有即我們賣得的都不會是九折八折那些啦，是啦，即起碼是七折留下那些啦。是啦，要靚價先要靚價啦，分分鐘有些去到半價添嘛，你知不知道？是啊，是啦。 OK， 今天找了一隻 Tudor 帝陀錶，聽說這個是晉國系列來的。是啊，是不是晉國不簡單喎，晉國系列，不如開箱看看，看個樣子先啦。 OK，盒中有盒，咁呢个真系盒嚟嘅。哇，辉哥，我谂真系嗱，因为有啲人咧就唔中意金嘅，系，因为金嘅意思即系黄金钢啦，系咪？佢又唔会成只金标嘅。咁通常有啲人咧觉得可能白就好啲，低调啲啦。嗯，因为金钢可能珠通佢又唔系咁中意啦，但系石就冇问题喎。石冇问题啊。嗱，石唔简单喎，辉哥。一有寫就貴㗎啦，係啊，嗱有啲錶咧，即係做咗都會做金鋼嘅，係。但係你話咧做石圈咧，哦就難搞啦，因為點解咧？雙石成個圈咁咧，真係貴，即係如果你話靚啲嘅牌子咧，係多幾皮嘢。係啊，係啊，我成日諗起以前 Omega 嗰只 Aquaterra 雙鑽石圈啊，你知唔知幾錢啊？公價 Aquaterra 雙鑽石都係8500基金嘅，106000。是真的106000喎，鋼啊，唔係金鋼喎。係整個石圈，冇寫字嘅。咁你攞嚟十萬零六千萬啦，你鋼錶啊，十幾萬。嗱，不過今日我就揾咗呢只 Tudor 嘅，即係當然係自動錶啦 ，Rotor Self Winding 咧就係 automatic 嘅意思嚇。係嘅全鋼，係嘅石圈，但係唔止加埋寫字。嗯，因為帝陀錶咧有石圈咧，有時咧整條字。有時咧就石字就沒有石圈，係咁佢呢只咧，如果你話石嚟計咧，即係最勁噶啦，佢唔會整石帶啊嘛，係唔會整石殼嘅，即係石圈石字咧，即係你就咁睇落去咧係好 shiny 咯。咁當然啦，條帶輝哥你當然係 shiny 啦，個扣一定係靚嘅，因為呢個係即係脱離咗以前傳統嗰只咧，即係舊扣啦。咁你頭先見到咧呢啲咁嘅新扣咧。打磨靚唔會變形，加埋咧陶瓷啊嘛，係嗰個珠珠啊，陶瓷開關珠，我哋叫做係啦。你用開你就知道我講咩噶啦。OK， 呢只咧係銀面放射石圈石字，輝哥 size 幾多？36mm。咦，咁36係咪靚 size 啊？而家興翻細 size 啊嘛，恰到好處。係咯，38都嫌大可能。是啊，36就啱啱好啦。系男女均好啊，系嘛？系啊，即系唔一定话男先戴得喎。系啊，如果手细嘅咁可以戴36都得。系咯，女士得唔得？都得。系咯，辉哥而家几钱？而家可唔可以讲下价？透露下价钱先。诶，得我谂下先，需唔需要30000？再估多次啦。唔使30000，29000。吓？再估多次啦。再估多次，28000唔通？再估多次，唔系28000，即系平啲定贵啲啊？再便宜一點啊，27000，再估多次給你26000，不是吧，低過26000，是啊，那即是怎樣呢？不如這樣等我開吧，費事，是啊，我快點，費事你拖了我的時間，講到今晚都講不到了，是啊，25800，哇，25800，是啊，你這樣講講到天光，等我即刻要講出來了，哇，25800，哇，它原價，可不可以講一下原價多少？即大概啫，嗱，唔好講，唔使講實嘅，大概有使唔使40000定50000啊？50000 over 50000 ，over 50000，係25800，正啊，輝哥呢只真係1001只，1001只，嗱，你見到嗰種 contrast， 佢銀面啊嘛，但係你輝哥你見到個 logo 咧係用咗一個黑色嘅 coating 嘅，係，當然係立體金屬字釘啦，係黑色嘅 coating 係咪更加對比係咪好啲啊？嗰個盾牌更加突出咯，嗱，係咯，近啲俾嗰個盾牌係嘛？是啊，即係靚喎，同埋嗰啲鑽石真係閃嘅喎，你嚟睇下係嘛？嗯，閃到爆喎，25800，25800。O K， 咁啊，記得嚟睇喎。嚟到買想買雕陀呢只咧咁正嘅，
全鋼的石圈石字就要嚟永時。係啦，36mm。